ポケモンゲットだぜ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小硕开箱。那么上一期呢，给大家开箱的是这个小霞，这一期给大家开箱的就是我们的智爷小智。那么智爷的属性呢，就是每到新的一季都是从一级开始练啊，每一季都是一个新手。那么我们看外包装还是很清新的，里面正面是一个透明包装，可以看到皮卡丘和我们的小火龙。反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官图啊，可以说官图无限美啊。至于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，我们还是打开盒子拿出来看一下吧。和一样啊，还是里面有一个内包，内包还是有封条啊。我们把这个封条把它切断，切断。切断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智爷啊拿出来。这个地台啊显得就比之前的小了很多啊。小霞那个已经比我们火箭队的那两个小很多了，智爷这个就更小了，因为它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怎么说呢，需要单独摆放的口袋妖怪，然后它这两只啊都是连在身上了。靠，头掉了，要不要这样？我们的智爷啊断头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头先装上吧。我看这个皮卡丘和小火龙都是带在这个智爷身上的，然后我们智爷这个脚底也是有两个孔，然后我们把它插上就可以了，来固定住我们这个精品的一个本身。这个装反了啊！这个脚尖是向上的啊，是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刚刚装反了啊，智障了。然后我们拉近一点，稍微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智爷啊，智爷的这个状态有一点半腾空的感觉，皮卡丘在我们的肩膀上，也是我们皮卡丘比较爱待的一个位置，一只手要去扶帽子，而我们的小火龙啊是抓住我们智爷的这个腿。这个小火龙的尾巴的回啊做的还是很不错的，个人感觉啊，它是做出来一个透明的一个感觉，回啊还分了上面是比较深的一个红色，下中间啊是一个和尾部是一个橘红色的一个感觉。那么整体的小火龙整体的一个涂装啊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感觉还是在打磨方面不是很平，表情啊也是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还原，整体的涂装也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在制作方面啊还是尤其像我们这个尾巴的这个部分啊，我也可能是工艺的问题吧，感觉并不是一个整体一样，其实做成这种感觉啊，感觉就是尾巴是断开的一样啊。至于呢皮卡丘，整体的感觉非常的瘦啊，比我们之前那个 SHF 看着要瘦很多，这张脸差一点吧，皮卡丘的脸啊，感觉有点不太像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个人感觉是不太像的感觉啊，至于其他部分皮卡丘还可以吧，说得过去，并没有一个涂装出界和一个明显的分模线什么的。然后再来看智爷的这张智障的脸啊，真的是有一点智障啊，傻傻的感觉，虽然说本身就有一点傻吧，给人感觉啊，但是这张脸实在是太傻了，200多块买这样的一个东西，个人感觉不太值啊，但是 MH 的定价就是这样啊，而且也没有其他厂家再出，这是非常蛋碎的一件事啊。一只手臂架着皮卡丘，至于智爷的这个衣服的涂装啊，个人感觉还是非常好的，但是这个分模线什么的，在这个价位的 MH 就不要要求那么多了吧，我只能这么说，
至于志爷的这个帽子的这个图这个标志啊，我已经很久不看了，实在是不知道是哪一部哪一季里的，如果大家知道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指点啊。总体来说呢，这版的小智啊，个人感觉用料还没有小霞来的多。整体来说，这个小火龙和皮卡丘都是比较小的一个，只仅仅附送了这两个。如果他多附送几个，而这种质量，而且才是这种质量的，我个人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你最起码把杰尼龟和妙蛙种子要附上吧，然后这个价格我还算比较可以接受啊。但是这个样子的做到这个程度啊，200多块钱，250多块钱啊，我实在是有点接受不了的感觉啊。我个人感觉，如果你不是非入不可，还是可以不入了。只有童年怨念党啊，才适合收这个东西啊。M H 的东西实在是性价比太坑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啊，还是可以入手的，趁着预定价吧，不知道会不会跌啊，但至少我不希望它涨啊，因为这个产品本身已经性价比非常低了，如果它再涨的话就完全没有必要收了。小说给大家的建议，如果你玩这个无论是你玩手办冰人还是高达啊，如果是高追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啊。我个人来说也是不太支持高追，也基本上不高追东西啊，所以说大家如果能走预定还是走预定，不能走预定就是等它跌了啊再去购买啊，如果涨了的话就没有必要了，个人感觉是这么一个感觉啊。因为说去高追，个人感觉玩魔丸高追是有点累的，说一堆废话啊。总体来说这一款啊志爷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个小叔还是推荐你入手的，如果你不喜欢，如果你感觉不值的话，那就买完全没有必要纠结了。至于这款志爷啊，小叔给大家建议就是，如果你是一个口袋党，非常喜欢口袋的人，小叔推荐你去入手，毕竟没有其他的厂家在出这款东西，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志爷啊，可以收藏一下。至于 MH 的无节操再版啊，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玩家，那么你不用去理会它了，我买完就完了。如果你对于口袋啊不是那么热爱的话，就是想买但是有一点纠结的话，小硕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去购买了，因为本身的这个性价比就非常的低。其实我个人更喜欢眼镜厂的这样厂家，性价比非常的高啊。MH 这样的厂家性价比非常的低啊。这就是今天的小硕开箱。